该问呢，了解问二相门，老相门了尴尬，认为几只山只山啊，就哈按一夹子啦，四相里头啊，里头好出一点点，那个啊，该是好办法啊，行到去看看走，他们要不然无路嘛，是吧？所以讲相门啊，相门是这，该当时按你两位多按两边的时间就认为该。种个农产品啦、啊，种其他东西给偷上啦，要叫个偷上猪啦，其他东西啊是变下多那只，多一些去暗部偷啊，哟哈哈，好，是不出了抢饭啦，要抢一些，抢一些，但是呢，按你也得有没个地方去啊，所以呢，你还讲，你还按你个怎讲个？穷布啊，哈！你啊，穷布个有只按偏是哇，哈！按落高草偏，高草偏是嘛意思？个是训练俩，按俩地方是哇，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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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讲啊？个抢烟俩，哦，个是按落刺猬去用啦，是讲保护俩，哦，佮训练得多，个因为佮改为俩翻出来是哇，哈！个些个是不抢俩信箱，对门信箱。该个男性力，你啊男性力啊，信箱，还个该出人就啊，还落下了了呗。所以该位啊出这中路后嘛，该厦门啊，一天啊都该位出，哎呀，所以嘞，几俩俩穷不了位啊，又训啊那高草片啊就啊，又训练俩叫义勇兵样呀，义勇兵啊，啊指挥出来呀，好该样啦。该像你啊，该二手啊，要二手啊，像你啊二手样啦，样啦。然后时间，该到暗部头咧，是不都该上门那边就话哈，该边呢，附近就撩，你几几条都该来嘛，都该撩，和各位按长干。半夜撩来做哪？要把我弄下了呢，是在头以前呐、啊，俺家为难呐，是吧？转过来弟弟转呐，非常多的教书，哦，转过来有你呢，来谈个嘛，讲嘛是诶，该长山讲本人咯，转嘛嘛都会该客户该去上来，是吧？就带到俺哩三三个房诶，个礼品呀，哦，带呢。哦，我也看到啊，几黑哇！啊，叫我爱舒服，啊，非常不中咯。看到人家地方啊，滴滴叫那高安多装修，说不那些，所以是平脚，哈嘛，要不然就哈，说不那是代表公粮可以使用叫我，哦，叫我是嘞，该几家是三三国王的个领地啊，其实。福斯多个也滚两年啦，也得滚年啦，还够起是九旬按部啊，是如来修养礼拜的。好，哎，那时间呢，该滚年啊，老杰哈非常爱平安做好工作，顺心，还够呢，大概就出来弄啊，就特别好，收入又好，所以给他去赚钱了，哦，所以给我哎，你也得会哦。要庄园啊，好多地啊，我有摆下来，做三三国房，我那是哦，问你讲嘛，三三国房啊，佮不管野太了，也系按台湾，哦有客家人来介绍，四处都是三三国房，人家等于讲嘛，也是唔话，所以按佮我呢个唔叫按落下了人啊，仲系是讲了房价。啊，叫种田啊，房价，真无讲啊，上上个房。所以诶，我是叫你话吼，诶，大家天天拜，也保护有多大家有话吼，诶，一平安，有话一顺心，好。
后辈的穷老师也非常的痛苦。我阿爸只有讲，你要是在讲用生命去活呢，就把饭的上饭的不起你嘛，啊，跟弄啥子，从比他几码古了，啊，跟妈就讲，俺太的了，俺过来，我哪里就工作了，就往人家姑娘，那就累死个没，你看真是个呀。两个土山，卡做是以两个江南人用的，因为江南卡做是用两个手工铲，现场三担红铲，一个人安尼铲了两台三台，啊，一个人是无法做八三台喂，还是十几粒十几粒个个那土山，哦，两万人讲个木马的前身呐，哦，啊两个同两个一般木马木形状的所在是因为其是得安尼哈，唔是行两个金木了，按有两个刹车是得做得动。普通的个木马是有档的，哎，那位木档皮行金木，啊，那个有档，啊，那不是金木，啊，小可哈双架木上个，像木马个小可路都做的，俺不过后背就人挺松的，今年重的是啊，俺那平路是一个人差不多两台三台一年的工作量啊。做了日本时代，日本的工农技术进入了快乐，机器产品节省了千多的人工。铲了还要让两个人要锤住落去，啊，用剑呢，用锤的方式，你锤一下子变木头，啊，用水去煮皮滚，啊，用剑的方式去剪出来的。在西元1899年，台湾总督府推行樟脑樟脉以后，樟脑工人一得到脑灯牌，贴牌的许可，将做的日闪到了樟脑。当时全台湾樟脑的产销全部都是日本政府的控制，樟脑工作相当的辛苦老危险，故说日本政府用樟脑的脑袋千多的铁钱。剪出来了后，两边气体，气体哈，那个油不停的气走出来，啊，经过两个冷却，哦，冷却了后，其啊，那个气体会变那个液体出来，啊，液体了后让分那个水老油让分开来，这样天天的。一做呢，太阳要吹4点钟，在等的时间，除了要装火，还流起粉如稠度的脑乳，非常的冒汗。有摆个诺灯吼，但是咧，那个夫妻档哦，不用纸，带灯去上档哦，哦，生意你蛮好啦。那个在当做老人啊，因为结婚还没有人来哦，个啊，个几个没说过，看个蒙住那里装好，那个暗个装个小弟也冇去，俺表个那个都是要帮助嘛，就都是帮助。哦，罗莎老表表家的。老有一件万一件棉，老三一件六万两件棉，就好也就又好干了。哦，老家是买老有一件万一件棉，老三一
一斤半两斤米。嗯，他把他去看，他一只水台用啊。根据透过弄到医院呢，唔得物个医院。咩？佮安那讲透过个脑伤咪一得，那也就有得可比小好夹嘛吼。别讲在外面做医院呢，他半年又唔晓得，他半年。哦，透过我们掉留下来。掉留下来呀。罗山鸟啊，你来啊！那两个诶，房山上诶太平梯，个三年中诶新市，是吧？哎，这个，个哎呀，罗代可以多开改改变一个，哈哈，可以改变办。但是伊个三年中啊，几位贵贵哦，几位贵气的哇？因为伊个人发嘛，那叫啊，像比如厦门遐啊，哈，个人发。所以讲啊，一涨一涨，其实由贵天奈日奈下主之时，唔是爱用个条个呢菜篮，爱省人，爱开到菜篮开，然后单个开呢贵单户吼，所以讲啊，所以诶那个一客发讲啊开发，一天我样开过去个太平地个门进去，啊，诶个时间就话。但是呢，哎，你个哎样开工去进行啊，很多一些人，很多些，不管你男老女幼，哦，太太先生、太亲人啊，是不？做些事情，哦，非常顺利，哦，哎呀，是的嘞，哦，但是呢，哎，你透过个伙伴无条，是啊，一天那个伙伴，要钱，要买了，哎，你底下楼下聊上面。越听，我都厉害噶，要装点片，厉害宠物，要装点片啊！该溜一下，我各位嘛呢？各位喏，夹水潭，夹水潭了，该到黑片黑发的那种啊！哦，啊，夹水潭，夹水潭嘿嘛呢？嘿，南新里的该新上海，老李个厦门海，夹多的那种。跟我夹水潭啊，哦哦，跟张又好过嘅，过嘅诶灰黑嘅猥琐，我夹水潭啦，哦，哦，又开始跟板阿哥，跟是枪火，哟怪火，哟，又是上诶太平地诶嘅商人，咁样明白，哦，跟平常吧，一天是冇乜问题，哦，冇落雪冇乜雪天天，哟，哦，冇问题，但是呢，万一都咁厉害，哟，哦，安落夏天。时间就话吼，一天时间啦，那风湿性，我哋讲风湿性哦，是吃凉，吃高温下去啊，一热下去呢，感到到非常的烫，是嘛？体内里面蛮好嘅，蛮压力很大，所以讲风湿，一年都还到风湿性啊，啊，是嘛？哎，那时间呢，该太寒就多喝水，啊，好吧？哎，你两杯白水，但是哎，那好巴水，一下子装不到，哎，你别。你这些了，那生意还得多些哦。哦，他把那个那谈的按饭谈的，哦，那水田种上去了，哎哎，那个那菜了，还得弄的啊，一打狂狂狂狂的。哦呀，所以哦，是非常的辛苦哦，哎那些，他把油白讲哦，其他白哦，讲嘛菜了嘛，不是打折哦。哦，该好得意呐，你看，你随时装起来呀，就要走起来哟。说实在，再忙个银子，两步一走，这个是的。所以你不要怕，要去还债。哦，要来事情发生，一而再，再而三，三年能怎么发生一些？哦，是人家，人家不免怕。可以讲咧，有异乡的台下，还有方向的台下，啊啊啊，所以嘛，还有那个嘛插香，你知道？插香是哪里啊？是个异乡老方向出外的个大香，啊，那个方向，哎，但是一定要种起来那插香，啊，所以咧，哎，你落下来是有三台的先例之效的，该低调，啊，好，哎，而且其实该三乡人啊。
是推出他这样叫潘爸爸落来叫推叫潘爸爸写知道吗用呀用啊用啊知道吗哦该去见过哦就知道吗哎看该爱吗该爱你楼下两步啊知道吗哎来该来爱你有该有啊有该上什么快房啊有啊哎你还敢以前呢该没有房子啊哦按住好有啊个脚路啊，个地砖了哟，个木造出来，其实我做会呢，其实我做会啦，我做会是这个吼，在乡下要带人做啊，哦，我是这个，哎，你啊就是拜托去的哟，懂吗？哎嘛，那个对啊对啊，你不爱得啊，服侍啦，英雄班要办，要办，哎，拜托去，哦，所以这，哦，这些不是很担心的，担心是高度哦，哦，该些是叫那姑娘，你说是。是我跟今天看来谈讲啊，是讲，哎，你目前也是有利嘛，那个，你过来啊，跟有钱人也，就是抢目前人做些啊，一出钱嘛，目前一出力嘛，是一个，跟那个太皇皮啊，跟他过头用太皇皮，都同他是在我抢目前，所以用了太皇皮是大概难赚嘛，好，能够涨树啊，也涨树，涨行啊，也涨，哟，哎，而且能够是简单的。是稀缺的家，而简单的没有，是本地哎，你要放下，就是这家有一家没有信息，没空调了，就是变成没有啊！哎，还是的，哎，还是的，稀多，差不多了，好了，该是要办的啊！哦，就该多地呀，该二没有面，该二面干哪？啊，该对吧？哎，就进香，进香，啊，就是讲该磨呀，该哎你啊，遇到稀缺的人家去训练的。哦，第一点呢，哎，你嘿，这三行啊，三年用那位哎，我在这摆，哦，哎你啊，你三年用啊，最起码个三四到玻璃了，那个啊，玻璃了，好，第二呢，哎，你落下来了解你啥台下，啊，这重要一句意思就好，哎呀哎，哎，那是呢，啊，叫那个，该听讲是什么，叫该啊，大概个三台下，先的名啊。啊，那冇结果啊！平常啊，太搞要提来个哈，是冇结果，叫说希望，哎，你要放下没有？希望以后三乡啊，比和和乐乐，大家团结一致来造福地方啊！啊，所以也最后也没有名呢，是听到了三和调。三乡了。还没讲嘛，积积福对吧？哈哈，积福啊，哈哈，有钱，土地发又发，啊，当时按照啊忙出事晓得了。哦，你反驳呀？你反驳有没啊？人等多，有财产，啊是吧？忙，刚刚啊，有没忙出啊？他说是也落下了有按照三家写的那个。哦，确实是插奖嘛，好、哦，插奖的时间就话、是、哈，但是插奖之中啊，该秀舞你要秀奖啊，是苗啊后辈按秀奖，虽然去设奖，但是佮有多少存素材，佮经济也如何，好、哦，另外些即使到底啊插奖黑起来就话，有只设定嘛，哎呀，佮当然是啊，你啊插奖一定是插奖，是到插奖中啊，就话啊，你一不你反不你啊，你。
几时不跟秦九天，反跟秦九天，你妈是下班那下，可以讲人下班，就台湾你啊，就天爱个是广播台上啊，个说妈是下班呐。哦，也要插讲一些哦，基督的大家的两头之下，就大家有没有没可以就叫写的啦。好，又有志向的写，所以要三部分。要我们讲过年上全部啦，好多了，慢慢来，慢慢来，他就有认识的。哦，像你们家那种啊，是吧？出钱了，出钱，出钱了，出钱。我们这个街道现在路慢，现在路慢。那最简单是要办大户哈。对。按照开始啦哈，非常的辛苦啊，大家没重要，三十万人来讲，光阿斗工做下了下午就，对，不仅是工人了，人家吃完早饭的啦，中状元来讲的，还有干的来讲，还有过年的啦，还有过年的啦，转过来一部分钱买租机，三部分是条，挨你开的人租机，要小来讲的富来富，他叫你出水啊。他这样就容易了，听讲啊，衣服天条嘞，啊，啊，转过来，该给发票不是钱啦，衣服嘛，啊，发票就是衣服就钱嘛，一条道路按就写的嘛，就别在那苦哎呀，原来容易啊，一家出钱，一家出钱嘞，啊，这边个，你不落黑啊，你那个你是那个地啊，是地啊，那情况不？不会是热销的嘛哈，什么我一家一家都啊参加个买书。他家务还是太干，要不太值钱。不过最后的难处的话，要搞这样，那没办法，人家，哈，哎，太过困难了。有按几乎多少钱呐？没事算。哎呀，他交了嘛是要还，人家几乎按没事算，跟挨输的钱啊，挨五万来干饺子呗。哎，之后呢，像也非常贵，像有五包，做不了按五，像太干痛的，像。那还有个像你讲吧，当年做白，你们都做，还有个木做啊，像一桌样做，像一桌样做，做啊做东西吧。你看第一，都丢了。以前啊，所以那个情况哦，所以要历史，那家要历史。你啊，你还有个样板样板历史讲出来，是不？也有团结，是他都超过了呀。历史那个，我们要团结，还有个样板样板团结的时间对吧？最后样板团结了，以后才开始团结一起呀。满腹流泪流难。教育个徒弟，历史的母亲系不论你用蛮讲用蛮写，将对事情莫放处。历史的旧亲系无论何因也系反应，弟兄也系旧兄都做得留名。历史的母亲系不管你台上讲讲物界，做讲物界，死后将系撇沙。